时候样衰是值得原谅，我要宽恕你的 Jeff。 这样开始的吗？照不到，这个是没人做的，没理由我打电话闹我妈啦，还打电话关关关关关关是你个人收入问题，有問題明明头发没捏来捏来。每个人都有都有几个犯错的，但是错不是问题，因为我们由错中学习，但是错了你不认，认了你不改就是问题了。是啦，直你捏了不是可以直翻的，是如果你觉得直又不是怕，就捏回我可以可以原谅的。是吗？那我接问这位嘉宾，你觉得是直定捏？我觉得他是他是没的，他是横定扁。我们宽恕他肥肥是没问题没错的。OK， 我终于回来了。其实呢，我真的要好好地宽恕两个人的，一个呢就瘦到食碌柴咁样，一个呢就丑样到不得了。我每日都对住佢两个做工，我其实呢真系好猛整嘅。不过唔紧要，因为呢听日呢就系呢个世界宽恕日啦吓，我哋做人要大量啲，原谅佢哋，因为呢我走开咁多日呢，全靠佢两个顶住个档啫。多谢佢哋。咁其实我觉得呢，人如果要活得开心啲呢，真系你试下大量啲宽恕佢。嗱，如果一个人呢你借钱俾佢呢，佢可能呢会变成你嘅仇人嘅。如果一个人争你钱，你唔使佢还呢，佢分分钟就会变成你嘅好知己。试下呢种谂法咁就得噶啦。女嚟睇下，女嚟睇下。你周街借钱俾人 ，OK？ 咁我都听过一句说话嘅，你捞人哋咧就系对唔住自己咁样，系系，系嘛？所以就唔好对唔住自己啦，对自己好啲，唔好捞人哋啦。其实讲真，改过自身系好难啊，但系你唔做你又。即係翻唔到轉頭啦！呢四個字我好喜歡嘅就係浪子回頭。咁我哋希望咧就係每仲有喎，下邊就係金不換係啦。咁啊，希望你曾經犯過錯嘅，顧文倫真係㗎嚇，你犯過重罪嘅，曾經都入過一啲中心啊，或者係啊感化院啊咁。打上嚟同我哋講下，因為點解我哋需要你嘅聲音可以感化其他人？其他人首先俾其他人知道，我哋應該有寬恕嘅心。唔入 K 圖話明唔入啊嘛，唔小心搭咗入去啫，可以行翻出嚟嘅，咪有對腳。不過可能唔止咁嚴重嘅，可能係男女之間係咪先嘈交？我嬲你，我嬲你唔帶我去食西餐咁樣樣，都可以寬恕佢，都可以㗎。所以你話我係咪有時好猛嘅？講咁長唔知因為乜嘢喎？害我喺度坐住喺度等，所以唔緊要，我又寬恕佢哋，因為今日係世界寬恕。拖上嚟咧，或者係留言俾我哋講一啲寬恕嘅嘢，同埋講你改過自身嘅一啲經歷，好唔好？等你啊！